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我们接着看五种忏悔里面最后一条。 身心因果，知福不灭，所作为因，感报为果。为若心因果不虚，则无造恶之过；若知法身常住，则无。 断灭之境，是皆忏悔也。这一条讲得非常之好。 因果的道理很深，英国的思想。也很明显。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。 你就能够明了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知佛不灭，佛是讲的自信。 在中国，唐朝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在他尽性的时候，向五祖忍和尚提出了报告。 说明见信的样子啊，信是本性，在佛法里面呢，称之为佛性，也称之为法性，释迦牟尼佛。 宣说这一桩事情用了几十个名词，这个里面的含义也很深。总的来说呢，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，知道是这一桩事情就行了啊。 如果分别执着呢，那就错了。自信也是真心，也是禅宗里面所说的“父母未生前，本来面目”。啊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佛家说，见性，自信里面。 四尽德就现前，这个四尽德是自性本具的，就是常乐我净啊，这四个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没尽心之前，不但在六道，即使在十法界，这四个字。 有名无实，啊，见信之后啊，真的得到了，啊，常是什么呢？常是永恒不灭，啊，就是此地讲的“知佛不灭”啊，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信呢？就没有想到自信呢？本不生灭，啊，本来。” 没有生灭、啊，六道众生哪一个不怕死呢？啊，提到死，没有不恐怖的。见性的人知道，没有生命。啊，生灭是什么呢？生灭是这个这个形象。 这身体这个形象，这个形象不是我啊！精精《金刚经》上佛说的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我们世间人常讲：“哎，身有生灭，灵魂不灭。” 啊，世间人讲灵魂，啊，可是孔老夫子不说灵魂，孔老夫子真的比一般人高明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魂不灵啊，魂要灵就好了，他不灵啊，糊涂啊，啊，所以他在六道里头这个才。 多畜生，多恶鬼。他要是灵，他怎么会变畜生呢？怎么会变恶鬼呢？如果是灵，到人间来投胎，一定选富贵之家，不会选贫贱家嘛？他不灵嘛？糊涂啊！啊，所以孔子讲的好，孔子叫游魂。啊，游是什么呢？它的速度很大，它不稳定，这是真的。 啊，这个确确实实把他的形象啊说出来了。啊，这个《易系辞传》里面，这孔子写的文章啊，啊，游魂为变，精气为无。啊，那是物质是从哪里来的？所以他也说出来啊，说的很有道理啊啊，精气为物啊。 那精气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能量啊，能量变成物质，物质可以变成能量啊，啊！你看，现在科学家才发现，这孔老夫子他也曾经这么说过。我们不能够小看孔子啊，我们学佛人的心目当中，孔子。 肯定也是佛菩萨应化来的，要不然这些话他怎么说得出来？那么夫子出现在中国，这、就是佛菩萨了。这大乘教里的常讲：“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现什么身。”啊，中国这个地区的居民善根很厚。 尊重圣贤，孝顺父母，啊，所以佛菩萨以圣贤身出现在这个地区，啊，教化这个地区的人民，有道理，啊，也是跟普门平山讲啊，三十二应呢，非常相应。 那么，在大乘教里面，不叫灵魂，也不叫幽魂，叫灵性啊，叫灵性。灵性不灭啊，灵魂还有灭啊。佛经上讲啊，生死有两种。 一种叫分段生死，这是讲物质，叫生灭了，啊，一段一段的，讲得好啊，啊，什么是“一段呢？一念就是一段，你们注意细心去想想。 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这个电影的这个胶卷一样啊，这个胶带，胶带里面是幻灯片啊，一个一个的，啊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啊，没有两张是相同的，啊，镜头一打开，这一张放出去了，第三，再把镜头关起来了。 换一张了，它就灭了，啊，张张都有生命，啊，只是它速度快了，啊，一秒钟，这个镜头开关二十四次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幻灯片呢换了二十四张了，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好像是连续的，啊，其实不是的。 是一张一张的啊！那特别明显的呢，现在我们看动画啊，卡通的动画，你一看就晓得了哦。它原来是一张一张画的啊，没有没有两张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叫什么？分段生这个生灭啊，讲生灭的时候，大家就好懂啊。实际生灭跟生死是一个意思。 啊，分段的生命。第二种呢，叫变异生命。啊，变异生命不太好懂。啊，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，今年上一年级，一年级念完了，明年升到二年级，哎，一年级灭了，二年级生了。 这种叫变异，啊，还是这个人，程度不一样了，啊，所以两种生死，我们肉身两种都有，啊，两种生命都有，灵魂呢？灵魂没有，没有分段，分段生命没有，变异有，啊，灵魂是迷啊。 他一旦觉悟了，他就不再六道了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六道里面的就变成了设法界了。啊，那个不是分段生死，是变异生死。啊，那么从设法界生温法界，提升到缘觉法界，是一次变异。 圆觉法界提升到菩萨法界，又是一个变异。啊，从菩萨法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呃，这个法界呢，再升到佛法界，又是一个变异。啊，它不是分段，它是变异，不断向上提升呐、啊。那么大乘教里面讲灵性。 灵性呢，就不生不灭了。啊，灵性就不生不，那就是自信，啊，那就是真心。如果知道这一桩事情呢，我们对于六道里面轮回的生死就不会有恐惧的这个念头。 啊，知道六道里面的这两种生灭是正常现象。啊，与我相不相干呢？不相干。身体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；灵魂也不是我，也是我所有。 啊，灵魂要没有超越六道轮回，有明显的变异，所以它两种生死都有。啊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在设法界了，他觉悟了，啊，再也不会堕落到。 六到了回了啊，所以他佛经上讲啊，他证了三不退里面的一种，叫位不退，他的地位也不会退转啊。佛法里面跟我们说的清楚啊，第一下两句啊，跟我们讲因果。 所作为因，感报为果。啊，所作范围很广，起心动念是所作，言语是所作，身体造作的行为是所作。 佛法里面讲作业，业是因，有业了，业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你造的业是善业，善恶的标准。 是以《十善业道》里面所说的为标准，杀生是恶业，遇到缘呢，果报就现前。 啊，果报是什么？小的果报是生病啊，那叫业障病啊。大的果报是还命债呀、啊，你杀了别人这个欠命的还命呢，欠债还钱。 国宝就现前。你要是行得善的，啊，不杀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啊，缘成熟的，你得长寿的国宝。你得健康的国宝。你遇到灾难的时候。 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，的国果报、啊，这都是属于不杀不道的果报啊。佛给我们讲一因果报、啊，经典里面讲的非常详细。 啊，我们在没有查《大藏经》之前，我们了解的不够深刻，啊，所以看到道教里面讲因果，啊，一般民间所信奉的因果啊，多半是属于道教的，讲的好，啊，讲的没错，印光大师。 他老人家在世，非常推崇啊！你看，跟一般佛弟子介绍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阴之文》啊，都是属于道教的啊！我请。 江一词居士啊，他跟我同学，这是当代的一个画家啊。我请他画一张啊地域变相图啊，他也很欢喜。找什么参考资料呢？我们还是用道教的。 玉帝报抄啊，里面所讲的这个地狱呃、啊，里面的状况，这张图完成了，我心里在想，揣摩着这大藏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对地狱一定有说明啊，我们知道的经很有限。 只看到是平常读诵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讲到一点，我就找了几位同学就查大藏经，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啊，查出啊有二十多部经论，对于地狱讲的很详细，比《玉帝宝钞》好，啊。 玉帝宝钞只讲这个，呃，这个遭罪受这种果报，没有细数。啊，对于这个夜莺呢，讲的不够详细。佛经讲的详细，啊，我们把它全抄出来了，啊，印在一起。这个，这是马来西亚金钟学会印。 很好，啊，印成这样的一本，啊，这是《注经佛说地狱机要》啊，这里的一共二十五部经论呢，佛讲地狱的，通通抄在这一起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，啊，这个书要是看了之后啊，我们齐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 自然就精神了，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造音很容易啊，这果报现前很难受啊。我们不愿意受苦报啊，我们就不能造恶因。我们希望啊享受福报，那你一定啊要知道造善因。 就人不能没有福啊！在前一节我们讲到静心三宝，我从这一句经文引申了很多意思，三宝。 原本是讲啊，佛法身，啊，佛法身呢是从相上讲的，啊，你一定要懂得它里面的意思，啊，不要着相，啊，《六足坛经》里面讲三宝，它是从义理上去讲。 讲得好啊，啊，不迷信呐、啊！啊，六祖大师给一般人传授皈依，那我们现在传授皈依都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是这样讲，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静。啊，这样讲大家好懂啊。 啊，不至于产生误会呀、啊！啊，然后给大家讲解。啊，佛者觉也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法者呢，正也，正知正见。生者敬也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 啊，这个哦，这个皈依三宝啊，原来是皈依清净心，皈依正知正见，皈依一尘不染。你看，这就很明明明,明白了，不至于发生误会啊。南大师是唐朝时候人，他这个说法让我们就想到。 佛教汉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，到唐朝的时候，差不多有七百多年，传了这么久了，七百多年呢，民间可能产生误会了，都着相了。啊，听说皈依佛，一定就想到佛像；，听说皈依法呢，一定就想到佛经；，听说皈依僧呢，就想到出家人。 啊，就着相了，着相就错误了。你说皈依佛，这俗话常说：“你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你靠他怎么能靠得住啊？”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形象代表的意义。你明白这个就不会错误了。啊，那个佛像代表什么？代表觉悟。 自信觉、啊、不是别人觉我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皈依叫三自皈，不是皈依他啊，皈依他他靠不住，哎、呃，自己靠得住啊，那就是皈依佛是皈依自信觉，皈依法是皈依自信正啊，自信。 正知正见，归身呢是自信清净心。你看，这个解释就没错了啊！这是佛门里面讲的三宝啊。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延伸，依旧在佛门里面讲，这三宝是什么？戒定慧是三宝啊。 啊，慧是佛宝，定是法宝，戒是僧宝。啊，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啊？从戒定慧学起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 啊，那如果就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也需要有三宝做依靠。啊，这个三宝是什么呢？这是佛教以外的了。啊，第一个是，人要有道德了。 啊，道德是最重要啊！人要有智慧呀、啊！啊，道德是宝啊，智慧是宝啊，人还得有福报啊，福报也是宝啊。啊，这三样具足，那你这一生会很幸福美满。啊，这三宝是德是体，啊，道德是第一。 是本体，佛报是形象，智慧是作用。你要有智慧，你真的就会享福了；你要没有智慧，你那个佛报就造孽了啊！那个后面果报就不好了啊，那还不如。 没有法宝。啊！所以人最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啊，能有这个基础，那我们要修福啊，修福必须把《弟子规》做出来，你就有福了。 条条都是佛宝，啊，都是叫我们修复的。把感应篇做出来，啊，把《舍山业》做出来。佛菩萨常常教我们呢，福慧双修啊。理是智慧，四。 是福报啊！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啊，所以会修这种修法，就是佛慧双修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界一切”，一定要懂得。 修福啊，人不能没有福报啊。谚语所谓：“的，富人居福地富地富人居。”啊。那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混乱，灾难频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没福啊，啊，才敢得。 这么多的灾难呢，灾祸啊！如果有福报呢，那就不会了啊。所以从这里，我们就想到啊，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两句话非常重要啊：相随心转，静随心转。你看，都是心，心就是念头啊。 我们的念头善，我们相貌善，啊，心地慈悲的人，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很慈悲；，心地很清净的人，一看，这人相貌很清净，那他都看得出来啊。啊，心地不善的人，一看，哦，这个人相貌很凶。 你都能看得出来嘛？啊，你看他喜悦欢喜的时候，相貌很好看了；发脾气的时候很难看了。那不是从心转吗？啊，向谁心转呢。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健康状况啊，也是从心生的。 啊，心善，身体健康。啊，这个心里面呢，烦恼多，忧虑多，身体就不健康。啊，他就会生病了。啊，这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一生当中身心安稳。 自在快乐，这个心情非常重要。那、啊、我们自己能够修得好，能感应到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就佛经上说的啊，这个地方的居民心善。 思维善，言语行为善，他所居住的这个大地就非常煎劳，地藏经上讲的“坚牢地神”，这地坚固啊，不会有灾难的。啊，如果我们的心不善，念头也不善。 言语行为都不啊。这个地方居居住的这个土地啊，就松了，啊，就不坚固了，啊，才会有地震、有旱灾、有水灾、有风灾，啊，那么这些灾难，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很清楚，啊。 水灾的第一因是什么呢？贪婪。贪婪赶来的是水灾呀、啊！啊，火灾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会人一发脾气啊，对，所以说无名火。啊。 啊，这是火的第一个原因。啊，风灾的第一个原因呢是愚痴。啊，地震第一个原因呢是心里头不平，不平它就有震动了、啊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贪嗔痴慢呐、啊，所感到的是地水火风。啊，这个这个这个是大地、啊。 这个地震啊，水患、旱灾啊，风灾，干这些啊，这是讲静随心转。我们起心动念会影响山河大地啊，我们的言语造作也否如是啊，很可惜。 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到这一个题目，啊，等到他研究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知道佛经里面早就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要等科学家来证明，科学家不证明，还有许多人不相信，啊。 不相信，就是愚痴啊！愚痴的国宝是干风灾呀、啊！啊，好像呢，这些灾难呢、啊，都不是一个单独的，它会连带其他灾难一起来。尤其我们现在看的这个，这个。 电视片、电影呐，啊，这个二零一二啊，啊，那个灾难全都来了，那个是真是麻烦事情。啊，有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。啊，我们在网络上啊，也看到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版本，啊。 在在研究这个问题啊，不少的人说有可能，也有一些人说不可能。到底可能不可能，得到二零一二那一天才能够证明啊。不过给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带来了高度的精确性。 啊！我们要认真念佛，我们要断恶修善，啊，绝不吃亏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真正三年功夫啊！三年功夫，我们念到功夫成片，不就有把握往生了吗？啊，到时候。 灾难没有啊，没有，不能掉以轻心啊，很可能没有啊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桩事情，全世界的宗教徒，我相信都会为这桩事情做祈祷。这个力量很大了。 这个力量不能把这个灾难化解，也能够减轻，这肯定的，推迟啊，这个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啊，有灾难我们就往生了，欢欢喜喜。 总算是离开苦海了，啊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啊，满自己的愿呐、啊。啊，如果自己还留在这个世间，那你就晓得你有任务，你有使命，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啊，代众生受苦啊。 帮助他们觉悟，啊，那是要行菩萨道了。人心因果，不敢做；人要相信圣贤教诲、佛菩萨教诲，修与做，啊。 觉得做我起不我念了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父母，啊，也对不起自己，啊，这个约束比什么力量啊多大？后面说：“若知发身常住，则无。” 断灭之间，这一句话有相当的深度。前面所说的好懂，这一句啊不好懂。 什么是发生？佛告诉我，发身是自己的真身。什么时候你才能证得呢？明心见性就证得了。那发是什么意思？ 法是一切法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啊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自己啊。什么时候你恍然大悟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，自他是一不二啊，这叫真的发生。 那发身怎么会灭呢、啊？啊，法身就是宇宙，宇宙不会灭。啊，宇宙会有一些变化，它不灭。啊，就发生是自己呀、啊。啊，知道发生的人，慈悲心生出来。 啊，法身菩萨，那个慈悲叫无缘大慈，无缘没有条件，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啊，没有任何条件的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 啊，为什么对他呢？他跟我是一体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大臣经常常说，我们也会说没有正德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还分，我你他还分，那就不是一体了。一体里头。 哪有我的他了？没有啊！啊，所以佛法要正德才算数，会说不算数啊！一定要正德啊！谁真得了？华严经上，初诸以上的菩萨真的了啊！诸位要晓得，是信为也没真的 啊，他知道，啊，他知道比我们知道的还透彻，还清楚，没有亲政啊，入了出住亲政啊，真的是一体了。上面跟一切诸佛是一体，下面跟十法界六道众生是一体。 他多亲切啊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里头还分呢、啊，啊！给你讲一体，那就讲到家了，啊，真的是一体，啊，这个我们在最近几个月里头讲贤守大师的修华严奥旨。 望境还原观呢，讲过两遍。啊，这个就是修华严，啊，怎样切入华严境界？华严境界就是自己跟整个宇宙啊融合成一体，叫望境还原。 啊，这个是佛法讲到究竟圆满啊！那我们要问有没有灾难？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！真正是，在一般所讲的入佛境界，这是。 真真忏悔，啊，无断灭之间啊，断面的反面是真常，啊，真则不是假的，啊，主要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你要入华严境界之后，晓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真常啊，永恒不灭不灭呀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忏悔啊。去参仪里面跟我们说了五种啊，天台大师跟我们讲无悔啊，悔。 就是三会。也很值得一提。啊，他说下面五种皆称回者，这五桩事都叫做悔，为什么？一切皆能灭罪过也。由此可知。 这个忏悔的目的，是灭罪业。我们无时间来，一直到今生，要知道啊，迷失了自信，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：“阎浮提众生，阎浮提是地球，啊，这个地球上众生，起心动念。” 无不是罪业啊,啊！这些罪业造成了障碍，障碍我们觉悟。你看，我们学佛不能开悟啊，障碍我们其如佛境界。 啊，也就是障碍正果。那么这个障碍啊，势必要把它消除。障碍不消除，我们出不了六道，念佛都不能往生。啊，念佛法门虽然讲待业往生。 那是比其他法门容易多了，啊，也要把这些业障啊控制住，叫它不起作用，我们才能往生。控制不住啊，不能往生呐、啊。这个控制住比业障啊消除啊，那是容易多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呢，在佛法修学里面讲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祖师大德了都把它列在首条。啊，忏悔则灭身口意所造之业。 啊，身体的造作，口的言语，意义的念头，所造一切不善的业，我们正在造的时候叫四，四造完之后，阿赖耶识里面落下的那个种子叫业。 啊，业就是四的结果啊，所以一般把事业呀连起来讲啊，你是从事哪个事业啊？四是造作，后面是结业啊。那善的事业。 感六道三善道的果报，不善的事业是感三恶道的果报。由此可知，恶业不能做，善业最好也不要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善业出不了三善道啊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。 所以佛教我们怎么做法呢？佛教我们修静业。什么叫敬业？断卧是敬业，那卧断掉了，断卧这个事情是敬业啊。修善呢也是敬业，那跟一般断卧修善有什么差别呢？一般断卧就这个修善的，他想着果报。 那这个业就不善了，就不清净的。啊，学佛的人明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所以断我，立断我”的这个念头，要断，不能不断。啊，断了之后，不要去想它。修善呢，不要着修善的相。善要不要修？要修。 啊，好事做得越多越好，不要贪图福报，你心就清净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断我修善是修行人应该要做的。啊，不要着想。就叫静意。啊，念念呢？ 将功德回心回向净土。啊，我为什么断我？我不是怕堕地狱。我为什么修善？我也不是想上天堂。啊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我想到极乐世界去。我想去亲近阿弥陀佛。这叫敬意。 念头重要啊！啊，那么这是先哲他讲的五桩事情啊，简单介绍啊。第一个讲忏悔，第二个叫劝情。啊，劝情是正灭波旬情佛若灭之罪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 那个时候，一般的寿命平均寿命是一百岁，那佛八十岁就走了，早走二十年呢、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请佛主世。啊，波旬是魔王，他就得到得变了，就得到一个机会了，没人请佛。 注释，他请佛入班涅盘，佛就答应了。啊，所以佛在这个世间呢，就减少了二十年的说法四十九年的本来是六十九年的说法六十九年。 啊，少了二十年的，啊，是波损请佛入灭的罪呀、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呢要劝勤啊，要学着会劝请。这随喜呢，则灭其他修善之也。啊，这叫随喜功德。 啊，能灭嫉妒别人修善，这个过失不轻呐！啊，那看影响多大。如果影响的面大，影响的时间长，他的罪就很重。 如果是障碍别人学法，那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多阿鼻地狱啊！佛在经上说的很多，杀人生命最轻，断人慧命最重。 啊，为什么？你杀他，他如果有福报，福报还没享完，你把他杀了，他四十九天又到人间了，又投胎了。啊，他还有余福啊，没享完呢、啊。啊，他很容易啊，又得人生，又来了，所以这个最小啊。 发生慧命闻法的机会，那个很难。他虽然一到了人间来了，来的时候，与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障碍别人闻法，断别人发生慧命呢，这个最终。啊，通都是多三途。 三途出来之后，再到人道，得什么报应呢？愚痴。你过去障碍别人，今天自己得愚痴的果报。啊，你是这个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那第四个是回向，回向啊，则灭求生三界之心。 啊，三界上面好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但是都没有出六道。啊，我们回向呢，我们就不会求升天这个念头了。啊，我们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回向阿弥陀佛。 这是正确的啊！幕后、啊、法院法院也、啊、非常重要，在灭修行退智之过啊！天天发愿，天天提醒自己，勇猛精进啊！你不会退堕所以这五种。 都讲灭罪啊！我们现在一条一条的来学习啊。先看忏悔啊。前面我们讲了五种忏悔，在此地我们简单的介绍忏。 是梵语啊，古印度啊，居云忏摩。中国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尾音省掉了啊，忏摩就说一个忏啊。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悔过，所以这个忏跟中国的悔啊意思很接近。 很接近，所以把它翻作忏悔。那么华繁兼取，故称忏悔。啊，回是中华的字，灿呢是梵文音译的啊，这是忏悔两个字的由来，它的意思。 灿明修来，惠明改往。这个灿是前面给出报告过了，发露忏悔，要把自己所造的过窝。对大众啊宣布啊，自己决定不隐瞒。 啊，让大众做证明，我从今天改过自新。啊，跟中国这个悔啊，意思相同啊，表达的不一样。中国这个悔是自己后悔，不一定呀要向大众宣布。啊，忏是一定向大众宣布的。 一明改往，啊，过去做错了。中国人讲的“不二过”，啊，我不再犯同样的过失，啊，这叫悔。第七，为修将来之善果改己以往之恶因这忏悔，啊，这个解释很简单。 也很清楚，啊，我们很容易记住，啊，我希望啊，将来的好的果报，啊，那你一定要修善果，修善果必须把过去所造的恶因。 要消除啊！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一切善里面，这是大臣《大乘经》上佛告诉我们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这样说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几乎跟释迦牟尼佛是。 同一个眼神劝导我们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世出世界无比的大善啊！在修行上讲呢。 那你真的是成就了，你永远成就了，你圆满成就了，啊！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不要等第二生，一生决定正的无上菩提，也就是你会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。 西方净土不难去啊！善导大师讲的好啊，“万修万人去”，只要你肯修啊。那为什么有很多念佛人去不了呢？就是他那个恶因呢没改，产生了障碍。你真正把过恶啊，你的过失，你的恶念。 你的恶行通通改掉，你就决定得神。啊！而且，我们看看以往修净土的人啊，你看净土圣贤录，你看往生传啊，那些念佛成就的人。 他修了多久？一大半呢，都是三年，时间不长啊。那三年是个标准时间，决定能成就啊，一千天呢、啊。大师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。 八个字，啊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这念佛的方法啊，都摄六根就是改往。六根是眼,身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啊。 啊！现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往外跑啊，眼喜欢看色，耳喜欢听音声，啊，舌去肠胃。啊，你看看都在那里搞这些，每其名为享受，啊，实际上实际上造罪业呀，那什么享受啊？ 啊，果报都是不善呐、啊！啊，菩萨教给我收回来，眼不看外面色了，耳不听外头声音了，啊，收回来之后，你的心就定了。也这这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万缘方向。啊。 呃，再说的明白一点，用佛家的这个术语来说，把五欲六尘放下，这叫度舌六根。啊，净念相继，用清净心念佛。啊，五欲六尘放下，心清净了。还有两桩事情。 不能怀疑，怀疑心不清净了；念佛不能夹杂，啊，夹杂不清净了。啊，所以前面一句都是六根呢，是放下五欲六尘，经验是不怀疑、不夹杂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 念念不断呐，这叫相机。这个念念不断了，那啊，你要懂得它的真实意义，不在乎口里头念念不断，在什么呢？在心上真有佛啊，心里面真有佛，那叫不断。 那个才真管用，啊！口里面念佛中断了，心里面的佛忘掉了，这可、个、不行。啊，口里可以不念，心上真有佛。大师之菩萨说的好啊：“一佛念佛了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 这话说的多肯定啊！啊，先前是现在呀、啊，当来是到极乐世界啊，你决定减负。过去，我们净土中。 第一代的祖师，啊，东晋慧远大师，啊，他可以给我们作证，传记里面写的很清楚，他往生的时候，告诉大家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过去曾经看过三次。 他没有跟人说，啊，在念佛的时候看到的呀，啊，他今天又看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救我，阿弥陀后面有很多人，是哪些人呢？是连舍先往生的人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了。他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 这句话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他前面四次啊，这是第四次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都是说先前的。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天天跟佛在一起，那就当来，现前到来，必定见佛。啊，我们要深信不疑，认真努力，啊，我们用三年时间，什么都放下。 啊！一心念佛了，决定成就。第二，劝情。劝情。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为十方世界有佛将入涅盘者。 劝勤助啊，立即众生，十方世界真的有这回事情，我们不见得知道，这肯定有。啊，有佛出世，也有佛入般涅盘。 啊，对于入般涅盘那个佛呢，我们在此地意念当中要请他常住世间，啊，教化众生，要有这个念头啊。啊，第二呢，为十方世界有佛促成正觉者，劝转法轮。 度诸众生啊，这么两个意思啊。这个佛修行，这修菩萨修行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是初成真觉。啊。什么地位呢？华严经上原叫粗住的地位。 啊，我们就要请他了，请他了，常住世间教化众生。后面有一句话：虽不面见诸佛，灭度的佛你也没见到，初成正觉你也没见到，没见到。 可是我们用虔诚的心呢，劝请啊，这样才达到归敬之诚啊，这是劝请的意思啊，诚诚恳恳为一切苦难众生呢祈福啊。第三呢，随喜。 为随他修习善因，习他得成善果，是为随习。啊，这里面都很讲的简单，很容易明了，也是帮助我们出去。啊，别人修习的善因。 我们见到了，要尽心尽力的协助他，帮助他了，成就他啊！这是我们有力量做得到的。如果力量做不到，生欢喜心，嘱咐他。 啊，鼓励他；他要是做红发的立身的事情呢，帮助他宣扬；啊，劝导别人呢，跟他学习，这都是属于随喜。啊，随喜的功德不可思议。 啊，学习的果德跟那个修行善因善果的人是平等的。这要会修啊，如果看到别人行善修善因啊，看到别人善的果报现前，你要是嫉妒、障碍、回谤。 那罪可就大了啊！你是不是真的能障碍他呢？不能啊！如果你真有能力障碍他了，那就违背了因果了，没这个道理啊，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啊，《法器菩萨之药经》里面讲的很清楚。 法师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好事啊！哎，遇到两个同行的人，也是出家人，也是两位法师。看到这个状况啊，很多人听到讲经，发挥很殊胜啊，大家对这个讲经的法师很恭敬啊，很赞叹。 他生起嫉妒心，破坏道场。对这些信众们说：“这个法师虽然会讲，他没有德行，他破戒的。”啊，于是法会就散掉了。啊，大家就不来听了。有没有破坏法师？没有。法师讲尽随缘，有缘就要教，没有缘就不教。 对他不相干了。那法法师真有德行。你回谤他，你一破坏他，他没有怨恨你啊，没有怨恨，他修的人如波罗蜜，很很得力了，他的境界往上提升了啊。那你一造的这个回回报的罪的时候。 跟谁接罪呢？跟听众，听众，大家听佛法的语言呢，因你回谤而断掉了。所以戒罪呀，不是跟法师，是跟大众。你是何苦来呢？啊，如果这个法师真的向你回谤的，啊，没有德行的。 那他一定怨恨你，怨恨你的果报，来生这个怨接上去啊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那就更苦不堪言了。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所以。 日常在生活当中看人看事，一定啊要很谨慎，啊要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明白。啊，我们是是破坏一个人，是不是真的破坏了？没有。啊，那个人有修养、有德行，你丝毫破坏不了。 啊！你把他杀了，你也破坏不了他。那、啊、杀了他，他不但不恨你，他感激你。啊，为什么感激你？他升天，升天，呃，到极乐世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你要不杀他，他还得晚去几天；你这一杀他，这欢喜啊，哎，提早去了，害不了人呐、啊，害自己呀、啊。 那、啊、一般常说害人，顶多害人三分呢、啊，害自己七分呢、啊。这个账要会算呐、啊，啊，真正算清楚、懂得了，你不但不会有害人的言语行为，害人的念头都断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害自己啊，没有害到别人。 下面第四回向，为三业所修一切诸善，乃至忏悔、劝请、随喜种种功德，回师法界一切众生，同证菩提，是为回向。这是说自己。 从起心动念这一个善念、善言、善行，不是为自己，为什么呢？为一切众生，为哪些地方一切众生呢？为法界一切众生，那就全包括了。 不是为这一个地区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一些众生，我做的点点滴滴的好事，完全回向给他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才清净，你的心才平等。做这些好事为我做的，我将来得多少福报？ 那就完了啊！将来能不能得福报？能得福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来生在人天享福啊？为什么呢？你执着你所修的善因啊，会在这个世间见善果，超越不了六道轮回啊！ 你回想法界一切众生，这还得了吗？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他超越设法界，那个成就是不可思议了。啊，希望跟。 设法界一切众生同证菩提，这个果报不可思议啊！菩提就是佛道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，我们发的这个这个心，能做到吗？ 千愁大师《望境还原观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能做到，真能做到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动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啊，极其微细的念头，时间非常短暂。 大师以华严经的教义告诉我们，它有三种周边。第一个周边法界，这这真的不是假的、啊。阴力呢，周边法界。第二个，畜生无尽。 啊，这个出生是讲变化，啊，变化没有止境的、啊，对，因念变化了，没有穷尽的、啊，这个意思很不好懂。啊，因念说周边法界，我们还比较容易体会一点，说出生无尽。 简而言之，佛经上讲的十法界，我们娑婆世界的十法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区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啊，很多人以为。 这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啊！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是太阳系啊。黄老就士说不是的，啊，经上讲的很清楚，四大步骤。跟日月。 绕须弥山在转呢、啊，绕须弥山的，在须弥山腰啊。啊，须弥山是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呢。那我们今天天文学里面告诉我们，太阳是绕银河转的啊，那银河系呀、啊。 才是一个单位世界。那那虚弥山是什么？银河系的中心呢？是黑洞，那个就叫虚弥山。那一个单位是一个银河系，这个范围可就广大了。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。 啊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那一个大千世界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是一尊佛的教区。那要是出生无尽的话，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的这个你的因念的信息也通通得到了，这出生无尽啊。 这一念，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？啊，我想了很久，想到小时候玩万花筒，万花筒很简单的，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万花筒，这万花筒很新式，很时髦，啊，是用这个方式来做的，啊，从这边看的时候。 你看，这很简单的，又没有多少东西啊！你在这个里面去看它的变化了，无有穷尽啊！你看上一年，你找不到两个相同的、相同的画面。那、啊、这个我们就晓得了哦，一念呢，比万花筒还厉害啊，千变万化。 无有穷尽呐、啊！设法界一真庄严呐，那是法界一切中可就大了，法界大了啊！法界里面，像这个佛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不计其数，可以说是无量、无边、无数、无尽。 同时自行变现的。这个、微尘里头因念的时候，不仅仅是这个大千世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通通都有变化。所以，世尊在华严幕后一篇说：“不思议解脱境界。” 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法界，真的为正放置你要么有亲正的、啊，你不知道啊。你一定亲正，你才会知道啊。为正放置啊。那第三个。 周边的含容空有，啊，含是包含，啊，包含空空,空虚空，你看这个多大，啊，包含虚空，嗯、啊，含空，啊，容是容纳，吧？容纳万有。 佛门里常常用用两句话来说这桩事情：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”你看，心量多大了？心量本来是这样的啊，包虚空啊，包法界的呀、啊。啊，这是《还原观》里面给我讲极其危险的一念。 就有这三种周边。那么，我们的回想要用真心、十分虔诚的心去做，真有这样的效果啊！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信息发出去了。 设防祝福收不到，他通通收到了。啊，将要涅盘的那尊佛，他也收到了，他接受你的祈请，啊，可能再住几十年。啊，初证菩提的，啊，初成正觉的，这这个这个菩萨，他也收到你的信息了，啊，也收到你的祝福了。 绝对真实，不是我们在打妄想啊！多了还原观了，你就明白了啊！母后发愿，未发誓愿，要治其心，凡所修行，其真道果。 这是说发心重要性。佛家讲发心，儒家讲立志，啊，立志跟发心呢是一个意思。人要不立志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你会过得很痛苦，你不会有成就。啊，人要立志。 他在这一生当中，他有努力的方向，他有努力的目标，他一定会完成。啊，他能够达得到，啊，只要他一生不改，他就会有成就。啊，立志做圣人，他真做圣人了。孔子、孟子就是的。啊，志在圣贤呢他真做到了。 啊，学佛的过去这些祖师大德，啊，志在成佛成菩萨，他也成就了。啊，最简单的成就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成佛就成就了。 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修，啊，但是他不会退转，保证你一生成就。啊，谁保证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是保证单，你们去念念看，啊，他保证你。 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我讲《无量寿经》跟大家宣布啊，那本书啊是阿弥陀佛给我们成佛的保证书。你拿到这个保证书啊，你一生决定成就啊，只要你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，我们要珍惜啊。 这一生遇到是真不容易，你们想想看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六十七亿人，六十七亿人当中，多少人遇到佛法？百分之一都不到啊，啊，恐怕千分之一都不到，你说多难！ 啊，我们遇到何其幸运呐、啊！啊，这是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那闻到、接触到佛法的人，有几个人接触到大臣？这些淘汰就淘汰了很多。接触到大臣的人。 里头有几个人接近接触到净土，你这一层一层淘汰，剩下来没几个人啊。那几个人是真幸运的啊！只要他认真修学的话，他就一生成佛了，肯定得到。 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永护。啊，我们得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定的信心，啊，坚固的愿心，决定不退转。 决定不走弯路啊！净土的经论不多啊，全部的这六种五经一论啊，五经一论里面只要是学一样就行，任何一样都能够。 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《华严经》是《无量寿经》详细的说明。啊，里面讲的什么？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你读了之后，你才会对极乐世界升起向往之心。 啊，这么好的地方，十方诸佛介绍，这还能错得了吗？啊，只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行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！啊，那么我们也看到，很多念佛人没念完生。 而且人数真多啊！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，老师常常说：“对连社连友说啊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刚到台中，台中的连友有二十万人。” 啊，李老师教导的，我在台中住十年，我离开台中的时候，莲友增加的很快呀、啊。十年我离开的时候，五十万人了。啊，老师对大家宣布啊，一万个念佛人当中，真正往生的。 只有两三个，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往生呢？自私自利没放下，名闻利扬没放下，五欲六尘没放下。 贪嗔痴慢没放下，这个东西障碍了他了啊！也就是说，他没有认真修忏悔法啊，还在贪念这个世界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！真正放下，不再贪念。 啊，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这种人就肯定得生。啊，所以发誓愿，啊，常常发愿。 普通的愿呢，就是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我们在初学，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，我们怎么读众生？把净土法门介绍给有缘的人。啊，什么是有缘？他肯接受，就是有缘，有缘。 啊，我们送佛像给他，送佛经给他，送光碟给他，啊，哪个地方有净土的道场，介绍给他，啊，有讲经的地方，介绍他来听。啊，现在我们的讲经都是用网络。 用卫星电视啊，把这些频道告诉他，他回家随时他都可以听得到。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随时随地你得有这个念头才行啊！啊，真正帮助人啊，把佛法介绍给他。 啊，自己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随缘而不攀缘，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对啊。 我们自己的心，自己什么心呢？懒惰、懈怠、不肯帮助别人，啊，也就是学佛，我们太消极了，啊，要积极帮助别人。你看，有一个人接受了，啊，欢喜接受，依教奉行，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 啊，那大慈菩萨说的好啊！你劝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真的往生了，比你自己修行呢更精进啊！你要劝了十几个人往生啊，那你功德就无量了。那你劝几百个人，那你就是真的菩萨了。啊，所以。 常常有心的存心劝人，啊，这是好事情，啊。凡所修行，其正道苦。这个两句话重要。我们自己日常所修的，啊，所修一切功德，不希望现前的福报。 不想贪图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！不要为这个，为这个是能得到，但它就爆掉了啊！你修的善因就爆掉了。不求人天福报，人间福报不求，天上福报也不求啊！期望说期望正道果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要想真道过都不容易。为什么他要断烦恼？断惑真真，真难呐、啊！啊，那么只有净土这个法门，他不要断惑，伏惑，把这个烦恼扶住就能完成。扶烦恼容易啊。 断烦恼难了。用什么方法来服呢？就是那一句佛号。啊，譬如我们看到欢喜的东西，心里面贪心起来了，这烦恼啊，离开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。啊，这是宗门里面的话了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 啊，贪心才起来，我们就警觉到了。阿弥陀佛，把贪心打掉，这是真念佛、真功夫啊！啊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成会就起来了，啊，怨恨就起来了，也是阿弥陀佛，把成会怨恨去掉。 我们用这个方法伏烦恼，啊，果然用功得力的话，有个一年，你的心就清净多了，烦恼少了，啊，到两年、三年了，真的扶住了。这烦恼有没有？有，有稀奇，它不起作用，它才冒出来，阿弥陀佛就压住了。 这是我们人人做得到啊，能成功啊！啊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没有其他任何杂念，肯定往生。啊，这个就是七真道苦。啊，我们把期望的时候，通通定在。 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啊，这就没错了。底下说，若不发心呢，何恐退失？我们要不发心呢，常常会退转啊，所以这个心要天天发。 啊，天天发愿，天天提醒自己，啊，不要退行了、啊。啊，所以要发度众生的心，要发断烦恼的心，烦恼无尽誓缘断，就用一句阿弥陀佛断烦恼。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不是四愿吗？ 寺院我们只特别重视前头两院。啊，度众生断烦恼，后面学法门成佛道啊，到极乐世界再说。啊，先在这里完成前面两月决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完成后头两月就没错了。啊，我们的心就定。了。 哎，这一生当中要不要学无量法门？不要，一个法门就够了。我只需要一门，到极乐世界才学无量法门。啊，为什么有的是寿命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！啊，在现在此地不行，寿命太短了，啊，来不及，啊，一门学好就行了。啊，成佛道那就更难，都到极乐世界去。 啊，到那个地方再办后面两条，啊，先在这一生当中完成我们这两条。所谓若不发心，万事不成。是故诸佛菩萨了，莫不发诸誓愿而成正觉，是为法语。 啊，所以一切祝福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天天发愿呐、啊，天天忏悔呀、啊。发愿是天天提醒自己，忏悔是天天检讨自己，把自己的过失毛病。 天天减少，所谓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人生第一快乐的事情。啊，孔夫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大乘教里面佛常讲：“长生欢喜心。” 发喜充满了，都是从发愿，都是从忏悔当中得来的。啊，人不知道发愿，不知道忏悔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发喜。啊，发喜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人生最好的养分。啊。 你快乐无比呀，幸福无比呀，啊，都从这个地方来的。那么忏悔这一段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